陈时中乱比一通。好，我现在讲陈时中说哈，陈时中说这个应该这样讲，我要讲说死亡率这个问题的啊，詹长权啊，这个是台湾的死亡率，就是说指挥中心统计发病死亡三天内啊，哈，这个叫做陈时中防线啊，哈，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多达1260个人了 啊，整体的话，在那整体的发病到死亡哈，整体4×6，这个意思在哪里呢？陈台湾致死率的哈，这个已经达到陈时中防线10%啊，已经突破，就是10.5%这个陈时中防线，他自己定的啦，他自己定的这防线。然后呢，学者开始讲一句话，这是哪个学者呢？就是詹长权，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詹长权教授，他说台湾的流行起来比较晚，死亡率的高峰逼近南韩，上升速度非常快，然后分析死亡数平均13天了、就翻倍，比南韩的81天、新加坡的192天、日本的238天快了好几倍，是世界第二快哦。台湾的死亡率是世界第二快，大家听清楚哦。我比印度那都还快哦。我们第二，全世界第二名。然后找不到原因，死亡数可能还会再翻倍，因为现在目前情势是往上走的。然后陈时中怎么讲呢？媒体下标说死亡率翻倍第二块是这个，这是统计学上需要，统计学需要检讨的哦，要不然就是基础不一样。他讲什么分子黑数乱比一通，影响民心和疫情判断，都不是好事情。哎，他讲，像我现在跟陈时中讲，陈时中你听清楚哦，这个不是媒体下标，这个是台大医学院公卫学院院长詹长权告诉你说台湾的死亡率是全世界第二快，然后你现在他故意把这个话题转过来，所以他说昨天讲说明天不开记者会嘛，对，因为重大政策宣布，我现在吴子嘉在挑战你，我告诉你这个是詹院长詹长权，不是，如果你陈时中认为媒体下标嘛，詹长权乱讲，他没有说媒体下标，没有，他有说把分母的分子黑数乱比一通嘛，对，他表示说他詹长权乱算嘛，他说媒体下标算，没有，媒体标题是这个啊，可是算法是说分子分母乱算一通啊，对的、对的，那你要告詹长权啊，300万啊，他屁，你看吗？法院是你赢还是詹长权赢？他什么？詹长权是台湾的公卫权威，世界级的公卫权威了。对啊，我现在意思是说，台湾的，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死亡数翻倍这个事情，13天死亡数翻倍，然后陈时中的反应，他不是跟我们讲，他说统计数字的问题了，然后想乱比一通了。他的答案两个，一个是统计数据有问题， 对不对？一个是大家乱比一通不是好事情。你看那个标题写的，乱比一通不是好事情。哎，这个比的人家学者拿数据比给你看，你看看陈忠这种草包，他居然敢公开的，然后他故意不去讲说，哎，这个是啊学者，他不是这样讲哦。他说谁？他说媒体写的。对、啊。那哪个媒体写？你讲出来啊！烂比一通不是好事情。那怎么样比是好事情？告诉我啊！那现在死亡率是不是全世界第二快嘛？大家要不要讲出来嘛？全世界第二快是不是事实嘛？那如果不是，那是第几快？不，那就不是。现在一个严肃的问题啊！台湾现在欧米矿这一波的死亡率是全世界第二快，这个是事实嘛？你陈时中怎么跟我们交代嘛？然后你这边胡说八道嘛，对不对？然后刚刚正好讲的对啊，如果詹长权讲错，你告他。吴子嘉，我在那边讲啊，我现在跟这不，你这话不算，我吴子嘉讲的，詹长权不要这样，我讲的啦，对不对？你现在台湾的欧米这一波死亡率全世界第二快嘛，对不对？第二高这13天嘛。13天这个病程就不合理嘛，你这怎么解释呢？不是刚刚问假消息300万啊。对，刚刚网友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小孩子死亡的问题你怎么解释呢？对，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嘛。我刚刚讲一个病程2天到3天就死掉了，这个太离谱了嘛。哎，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台湾医疗在亚洲是进步国家。哎，我当过康宁医院执行长，我对医疗的实务，我有基本的常识的人嘛。好，他现在讲的是说，就是陈时中讲，他完全不回答问题，完全不面对问题，就是他就是胡乱过去就算了。然后呢，记者要问他，他就跟你讲说，哎，重大政策宣布完毕，明天不开记者会。他妈的，这个王八蛋，他说了算。哎。这罕见，这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世界上找不到有这种货色，你知道吗？他不解决问题，他也不面对问题，他就跟你胡乱。然后下午那个记者会，一堆记者小鬼也不敢干他。
啊，林北的铁甲就赶紧呛赌了，你他妈，你陈时中就是胡说八道，你就回答詹院长的问题，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现在死亡率高的问题就是啊，我认为是政府无能，是我们的医疗系统出问题了嘛？医疗系统不改善的话，死亡率偏高的情况之下，会有更多人死亡。但是他现在拿个数据出来，我不太能挑战他，他的数据里面大概70%左右了，都是70岁以上的人死亡，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难挑战，而且都有基础病例，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什么有的没有的，你知道吧？好，我现在讲的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算的是比例，国外也有70岁以上啊，国外70岁以上一样，人口结构一样。对啊，对啊，人口结构相，韩国跟我们相同嘛，而且日本更老化，韩国、日本跟我们类似相同嘛，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比人家高，就是表示我们的医疗管理出问题的嘛，对啊，我们的医疗技术出问题，或是说我们在就诊的速度上出问题的嘛，他一开始有生病，马上送医院嘛，结果我们在拖拖拉拉嘛，你知道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24小时的问题。24小时的问题刚刚其实正常讲一个，不是正常正常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头发那么多，你叫我郭正亮李正亮。我的妈，火大，我就非常火大，为什么你知道吧？哎，这个是太离谱的事情嘛。这个24小时是我们大家讲的，他从否认这个，他挑起这个议题。到了今天，我现在讲到今天的王八蛋，我气都气死了。哎，这个礼拜还有一个小孩子学生穿着学校制服，对，在学校，在学校制服，他不是他在他到医院，他是确诊，对，确诊以后治疗好了，对，他已经是阳性，阳转阴，对，阳转阴之后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坐在班上，突然间就倒下来了，猝死就死掉了，就死了。你知道吗？这就猝死嘛？猝死什么问题不知道，你知道吧？可是那这个他穿的是什么？他穿的学校制服。对，穿学校制服之后，然后到了那殡仪馆医院不敢动他，那检察官说不行了，马上24小时火化。哎，他也盯那白带机的。我现在讲的不是是上个礼拜发最近几天的事情呢。然后这个人现在小孩子现在要怎么办呢？对，那检察官说不行了，检察官说24小时火化。那到底是听谁的呢？就当然是听检察官的嘛。那地方政府怎么敢跟你啰嗦呢？好，那所以我再回头谈这个问题。那卫福部市长怎么讲？还在研议中。那我现在问题，人已经死了，还怎么？烧了掉了，对。都烧，已经烧掉了。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穿了学校制服去烧掉的、啊，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烧掉以后，他在研议，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当时在一个礼拜以前，陈时中面对24小时火化，问他怎么答复的？哎，得横进货代金呢？那个是台北市政府的事情啊。那柯P怎么讲？柯P说：“哎，我知道也是24小时火化啊。”柯P也是这样讲的、啊。对，大家认为是24小时火化，对不对？认知是这个。那问题是，那不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的话，那他要回应他为什么要改？目前人在演绎，你现在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事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话，根据你过去的你的没有什么好言议的，他两个礼拜来的论述，对对不对？这个不是你的事情啊，那就丢给人家去弄啊！你看看15岁染疫，你看我们现在电视墙上讲的，他连衣服都没有换呢，那烧掉，这么可不可恶？哎，这个事情已经搞了两个礼拜了，是陈时中挑起来的话题，今天没有解决掉。我们这个政府一点差恶劣到了极点，他一点同情心跟同理心都没有。我们也曾经看了陈时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他爸爸过世。他爸爸陈时中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当牙医工会理事长，结果那个葬仪社呢，就是把他大体的放在一个活动的棺材上面。那个因为他找那个冰找冰柜找不到、所以那个大体的就放在外面。对。他做儿子在旁边了、他觉得他父亲了、走了非常不受尊重，心里非常难过，难过到写文章哦。当时啊，他父亲只是在外面，在户外，因为还没有办法放进冰柜。他说他难过到写文章。对。那今天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得换，就要送去烧掉。然后这种情况之下，陈时中告诉我们说，目前人在研议中。那这种货色，现在不是他当过台北市长的问题，他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啊？他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同理心的也一点都没有？是这种货色，这个货色已经变成台湾。这件事我要讲了，因为24小时已经吵了七八天了。对啊，陈时中
卫福部前五天都在做什么事？他不是演绎，他在证明过去没有，他没有规定，没有规定二十四小时这件事。简单讲，这七八天卫福部或是陈忠先做的事情，不是告诉我们未来怎么做，他在做政治的攻防，撇清我过去没有这样规定。可是我第一天我就讲，我不管你过去怎么规定，我很听话的，但你指挥中心要告诉我未来该怎么做，没有，都没讲，都没讲，然后到现在还说正在演绎中。那你把你做政治攻防的时间拿来演绎，要演绎这么久吗？专家会议揪一揪，对啊、我讲嘛，因为这是现在进行式嘛，每一天嘛。所以看现在上面他十五岁小孩子，不是嘛？不是衣服，他爸爸讲的衣服都没换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家庭嘛。对啊，对啊对、啊。那现在124、151、154、159、210、213、200，你今天没演绎出来，你明天还有两百多例的家庭会破碎嘛？那你与其花五天去跟国民党斗嘴，所以我过去没有这样子讲，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专家会议来评估一下，到底现在以下的疫情的状况、病毒的状况，会不会气溶胶传染，会不会通过空气传染，还是几率很小？开一个专家会议嘛，不是最爱开了，然后两三天把它拍板，因为这是行政问题嘛，这不需要你去编预算，不用下单，你不用买东西嘛，你一句话是，我跟你讲，你开完专家会议说不行。大家也摸这个病毒还是很危险，我们也摸鼻就算了啊，不是吗？那不处理嘛。